美丽人妻袁咏仪9月10日身穿一身高贵透视黑色礼服出席美容活动。袁咏仪平常常表现大大咧咧的，但打扮起来一点都不负亮亮这个名号。有人说亮亮的老公张智霖看上去比她年轻，这虽然也曾经给过亮亮不少压力，可是她现在已经看开了。当然我也会听过这样，我以前可能会很介意，可能会也会硬要把自己去减肥啊，去跟他看起来好像比较搭配这样。但是其实坦白说，想你再想一下啊，我觉得两个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外表的重要，我觉得还是大家的生活或者是思想上的沟通，我觉得那个才是重要的。虽然外貌不是夫妻关系最重要的一环，可是两人的高颜值基因却可以影响下一代。亮亮和张智霖的儿子张牧童的样子曝光后被大赞是小帅哥，竟得两人遗传，可是亮亮却独揽功劳。他只像我觉得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，我觉得他从小到现在都是我的样子。我觉得他现在的样子特别特别像京剧月的时候我。如果你们想知道他的样子，看那个电影就可以知道。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